水涌的钱塘江潮水冲上沿岸马路，两辆轿车吓得急速狂飙。泥黄色的潮水冲过栏杆，拍打上岸，差一点点就要吞没轿车。惊险一幕让旁边观潮民众发出阵阵尖叫声。潮水直扑上岸，观潮民众吓得爬到树上。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潮水？我往后退的路截住了，就见有棵大树，就赶紧抱住大树。钱塘江今年因为中秋天文大潮，外加台风带来的强劲风雨，出现三年来最大潮水，吸引数万人来观潮，但也不时传出有人被卷入水中的意外，险象环生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